杨子粉丝又和他的工作室过不去了，睡前他作为某品牌羽绒服代言人，参加了品牌举办的直播活动做宣传，活动现场穿着品牌的羽绒服，结尾的时候他还特意为即将开播的新剧要999爱做宣传，原本挺好一件事，正常活动正常宣传，但是杨子粉丝的关注度却不是在新剧，而是杨子当天的衣服，从现场视频就能看得出来。 杨子当天穿着一件中长款羽绒服，内搭也是一条膝盖以上的裙子。不过活动当天气温低，保暖措施不过关，导致活动还没结束，杨子小腿都冻红了。因此粉丝斥责工作室不拿艺人当人，只顾着节目效果，连件合适的衣服都不给艺人准备好，艺人冻生病了算谁的？其实粉丝这种诉求也可以理解。 大冬天的露着两条腿，这谁也受不了，但是艺人嘛，夏天穿棉袄，冬天跳冰水都是常见的事，不然这日入288万可就赚得太轻松了。而且活动结束后肯定会做好保暖工作，都是跟在杨子身边的老人了，他们肯定比粉丝更清楚杨子的身体素质。另外，杨子可不是什么任由工作室拿捏的小虾米，而是发钱的大老板。 他当天穿什么衣服？如果自己不点头，很少有人能够左右他的意志。说不定当日在参加完品牌活动之后，他还有其他工作，所以才决定这么穿的。粉丝还是别瞎操心了。放眼整个内娱，能和工作室和平共处的粉丝有几家？几乎为零，没有一个工作室是不被粉丝骂的，因为粉丝并不能看到工作室成员幕后的工作。 只在乎自己偶像呈现出来的样子，偶像优秀了，那是我家哥哥姐姐自己争气。偶像不行了，就是你工作室废物，只知道拖后腿，丝毫不作为。这双标算是让他们给玩明白了。不过在这么多粉丝和工作室的大战中，也很有可能一部分是工作室故意引导而为之的，目的就是树立明星美强惨人设。 让粉丝以为明星周围的人都是邪恶资本家，无底线压榨明星，不给资源，不给人脉，还意图潜规则自己偶像如何坚强不屈，挺住重重压力走到我们面前。很多时候都不用工作室安排剧本，稍微放出点真假假的新闻，粉丝就能自己脑补一场大戏。在这场大戏中，粉丝自诩为正义的，其实上演激情手撕邪恶资本家的戏码。 守护自己偶像的清白和地位，战斗力一流，而且打钱干脆，以为这样就能让自家偶像增加话语权，脱离邪恶资本的控制。然而，他们心中的小可怜，实际上才是真正养活工作室的大老板。而被他们每天辱骂的人，才是可怜打工人，每天维护明星那个脆弱的小心脏还不够，还得日常被粉丝问候祖宗十八代。 这点精神损失都靠钱来弥补，不过毕竟都是一起躺着赚钱的，挨两句骂算什么？而杨子粉丝和工作室之间的矛盾，主要还是集中在活动造型上，造型不过关不出片，被群嘲普女，因此粉丝撕走了他好几个造型师。但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单独一次被嘲，那是一次失手，以后慢慢改正进步就可以？如果一直被嘲，造型团队换了无数个。 依旧没有改进，那有可能是艺人本身出了问题。有时候人的上限不是随便换造型就能突破的，所以粉丝以后还是放过工作室吧，他们也只是打工人而已，直接对正主贴脸开大，问他为什么宁可腿冻红了都不穿裤子，相信应该比问候工作室成员更加有效果。